还会动啊！
是哦。 慢慢醒来，对吧？他已经快要醒了啦。比较大，这比较恐怖了。小只其实还好，小只就不会怕那么痛。小只比较不会那么痛。
妈，等下脚断掉！师傅小心，好可怕！直接处理哦。嗯。Thank you.
是那种，他像小时候我们看很多人，他们不会放，不会。这样会做出来。原来就是大师的不是吗？对啊，神器啊！家里人只要把拍照上。对呀、啊。那就炒着跟排便吧。好。他进去就很活跃了。哦。等一下、啊。好。就这样。哎、欸，他会喷水。欸、你在哪里写？我在哪里写？好好好好好。
太快了。
好。他们后面在剪的时候就会注意。我刚刚讲的对。